实际上它是一个强氧化剂，那二氧化氯，那它是抢夺病毒的一个外表的细胞的酶系啊，那等于是它的电子，让它失去活性，断绝它的一个病毒的生命，是如此。这是大概全球的第一份由国家来做预防医学研究所来做的这份报告。那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，大家都在等待疫苗的同时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利器，可以来把这个新冠状病毒灭掉，而由国家跟我们来合作，那这是今天最大的意义。这一次的活动希望结合国防医学院基础医学以及临床研究能量，加上普利生化科技研发产能，进行更多实质的交流跟合作。